喜欢骑自行车的民众有福了，获得各界好评的奇遇东北角宜兰单车逍遥活动已经迈入了第四年，而东北角风管处今年特别选在明天后天来举办两天活动，尽管网络报名已经额满，但主办单位特别在活动两天每天提供100个现场报名的名额，而且参加的人还可以获得一份纪念品。为了响应2013年台湾自行车节，东北角暨宜兰风管处特别在9月28号跟29号两天规划两个梯次，总共1000个名额的奇遇东北角宜兰单车逍遥游的活动，鼓励全国民众来到宜兰骑单车，感受淳朴的农村风光。尽管网络报名已经额满，但主办单位在活动当天每天会提供100个现场报名的名额，而且在现场报名的车友还可以获得一份参与活动的纪念品。这次活动单车骑乘的距离大约25公里，从宜兰后火车站出发，主要行进路线是壮围沿海的自行车道，不但可以远眺龟山岛，还可以享用庙宇提供的点心，感受宜兰浓厚的人情味。而且就算没有报名，民众也可以自行携带自行车以及个人的安全装备，跟着大家一起来骑乘，欣赏沿途优美的海景，感受南洋的海风以及大自然的气息。宜兰新闻记者刘耀珍采访报道。